原来屠龙哥石凯的狂是保护自己的壳，实则是温柔蹦。披荆斩棘第四季最近迎来一位小钢炮哥哥石凯，他一上来就高喊要屠龙，打败梁龙和芙龙飞，让网友们大呼过瘾。不过随着节目的推进，这位素来狂妄的哥哥不知怎地就变了个样，从一个屠龙高手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小鱼。这种由狂到柔的180度大转变令观众们百思不得其解，好难得石凯这样的声音在网络上此起彼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哥哥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在披荆斩棘录制初期，哥哥石凯就立下屠龙大计，是要打败梁龙和芙龙飞。他凶狠的言论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有人称赞他有勇气，一言不合就要打。但随着节目的推进，石凯的狂气却逐渐消失了。在三公遭遇对手这条小鱼在乎时，本来应该高呼屠龙口号的石凯却谦逊地说，放过我们这条小鱼吧。观众们都为之惊讶，这样的石凯好难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狂妄哥哥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呢？根据节目中的表现，或许是因为有人劝他要尊重长辈，不能太过狂妄，又或许是节目播出后，观众们对他的狂表现不满，让他做出了这种改变。但更关键的可能是，石凯的狂妄其实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壳，内心其实是一个相当温柔的人。在与梁龙的接触中，感受到对方的大度和爱护，才让他逐渐卸下了这层保护壳，展现出自己内心柔软的一面。在录制歌曲《这条小鱼在乎》时，石凯就非常投入，能够很好地与歌词中的情感共鸣。他说自己曾经经历过歌词中描述的躺在沙发上，分不清白天黑夜的感受，内心也曾一度迷茫无助，渴望有人来陪伴自己。这种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让制作人也为之惊艳，没想到这个平常吊郎当的哥哥在这首歌里会表现得这么柔软动人。网友们也纷纷为之点赞，石凯的变化太大了，从一个嚣张狂妄的哥哥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小鱼，真是人生的大起大落呀。看来石凯内心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细腻的人，只是一直在用狂来伪装自己，现在总算能放下防备，展现真实的自己了。从一个狂妄的屠龙手到一个温和体贴的小鱼，石凯的变化令人惊艳。或许他内心一直藏着一个温柔的自己，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展露。当他与人亲密接触后，终于卸下了伪装，让大家看到了他温柔细腻的一面。这种大幅度的角色转变，无疑会让他在观众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成为这一季披荆斩棘的又一大亮点。这次转变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一个人的内在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更深刻的东西。石凯的狂妄背后竟然是一颗敏感细腻的心，这让我们对这个综艺节目中的另一位龙头梁龙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在节目中，梁龙一直展现出大师级的风度和善待晚辈的温和态度。当石凯狂妄地宣称要屠龙时，他并没有以大欺小或者以权谋私的方式来压制对方，而是以谦逊和大度的姿态来化解矛盾。这种处事风格不禁让人想到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或许正是因为梁龙的这种宽容和温和，才让石凯逐渐放下戒备，展现出内心柔软的一面。从一个不屑于与他人沟通，只会高呼屠龙口号的小钢炮，到最后能够深情演绎这条小鱼在乎，真挚的情感让人动容。这种变化不只是石凯个人的成长，也映射出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对于石凯来说，这种蜕变无疑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在喧嚣浮躁的娱乐圈里，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用狂来伪装自己，以获得关注和地位。但正如石凯所说，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被爱护和理解的。当他有机会与他人建立真挚的联系时，才能够真正打开心扉，展示出自己最本真的一面。这一变化也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壳，用来保护内心脆弱的一面。但如果一味地活在这个壳之中，不去主动与他人沟通，不去打开自己的心扉，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成长和进步。正如梁龙所展现的那样，以宽容和温和的态度待人，往往能触碰到他人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当我们能够抛开成见和偏见，用平等和包容的视角看待他人时，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发现身边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一变化让人对综艺节目的反思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类节目不应该只是单纯的追求戏剧冲突和收视率，更应该致力于展现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
正是通过这种人物塑造，我们才能看到平凡人身上闪耀的光芒，感受到他们内心最本真的情感。这不仅能引发观众的共情，也能传递正能量，给身处这个浮躁时代的我们一些启示和力量。石凯这种人太假了吧，一会儿狂一会儿柔，整个人设让人看着好烦。这种角色转变太刻意，就是为了博眼球。综艺节目搞这些戏精，根本不是真实的人性展现，就是在哗众取宠。这些网友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娱乐圈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圈子里，人设的塑造确实会存在夸张化或者刻意营造的嫌疑。有些观众看到石凯的180度大转变，难免会怀疑这只是为了制造话题而虚构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转变的合理性。人性是复杂多样的，一个人的内在世界往往比表面看起来更丰富。石凯的狂和柔都可能是他内心真实的一面，只是在不同环境和情境下，这些特质被放大和展现出来而已。此外，综艺节目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制造一些戏剧冲突和话题点来吸引观众。但关键在于，这种戏剧化的塑造是否有助于展现人性的本真。如果仅仅为了收视率而画蛇添足，那自然会让观众觉得虚假和做作。但如果能够通过人物的转变，引发观众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那这种戏剧化反而会成为一种价值传递的手段。石凯这个转变太棒了，从一个嚣张狂妄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内心温柔细腻的男子汉，这种蜕变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用一种固有印象来定义一个人，却忽略了他们内心丰富多彩的一面。石凯的变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要学会用开放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他人，用爱护和理解的态度去关注身边的人。这样的节目实在是太有价值了，不仅好看，而且能够给人以正能量和思考。这些网友的观点让人感到温暖，他们能够看到石凯内在蜕变的意义，并从中汲取正能量。的确，我们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对一个人做出刻板印象的定义。但正如这位网友所说，只有用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了解他人，我们才能发现他们内心更丰富的一面。石凯的转变无疑给这档综艺节目增添了一些深度和震撼，它不仅能带给观众视觉上的刺激和话题性，更重要的是让人体会到人性中善良温暖的一面。这样的节目不仅好看，而且能激发观众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传递正能量，引导观众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事态度，这无疑是这类娱乐节目应该追求的方向。总的来说，石凯的180度大转变无疑成为了这一季披荆斩棘的一大亮点。它不仅令人大跌眼镜，也引发了观众对人性本质的深入思考。这种突破传统综艺节目框架，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尝试，值得我们点赞和期待。我相信只要能够坚持这种价值取向，这类节目定能成为引领时代、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